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呢，这个图哈、哦、是乙丙两正方形，哦，乙跟丙呢两正方形哈、哦，紧密哦，它是紧密哈、哦、相邻的、啊，然后叠在什么呢？叠在这个甲正方形上面，它的关系图了、啊。若甲它的周长是 a 哦，甲的周长这是 a 啊，哦，这是甲的周长。乙的面积是四，那因为它正方形嘛，乙的面积四的话，所以这是二，这是二。好，那丙的周长呢？丙的周长的话，我们看呢，这个是 a 嘛，那 a 减二的话，等于这个，这是 a 减二，也就丙哈，哦不对哦，他说周长。所以这四分之 a，因为全部加起来是 a 嘛，所以它的周长是四分之 a 啊。哦，周长，边长啊，周长是 a，所以边长是四分之 a，哦，边长是四分之 a 啊。那乙的面积是四嘛，所以边长是二。好，那么丙哈，它的边长多少？它的边长哈，就是四分之 a 减二了，这四分之 a 减二。那它的周长呢？周长 S 就等于四倍的边长嘛，四分之 a 减二，所以这是 a 减八，所以答案是 a 减八哦，答案应该要选 a。